几年他的在政治上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选择，让北京非常的不谅解，所以我也非常的怀疑宋先生有很高层级的可以跟习近平直通的管道，没办法直通习办，我认为也没有啊。那再话说回来，所以那么这一次宋楚瑜他到底去得成去不成，那现在其实就要看习近平如何的拍板，因为这也不是秘密，事实上中国大陆内部是非常强烈的反对的，因为他们对宋先生是很有意见的。周一到周五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